酒店分店长反正啊，从隐逸从这些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说，不应该抽烟啊，应该戒烟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呢，酒店分店长要服抗精神病药物治疗，这个服用抗精神病药物，这个有很多药物都是受这个吸烟的影响，影响药物的效这个治疗效果。这个你像鹿胆平、奥胆平啊，这些药物呢，这个吸烟影响它的代谢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本身吸烟可以造成身体的多种这个多脏器损害，特别是对大脑啊，造成神经细胞的凋亡啊。这个再一个呢，这个容易使神经细胞过度的兴奋啊，产生精神症状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应该抽烟啊，不应该抽烟。这个再一个呢，